会儿，我要调一下这个角度问题。看一会儿天花板。Hello， 看到吗？你感觉有黑眼圈呢？ Hello， 大家好，有人吗？我今天要来直播一个最近很流行的游戏，叫做八分音符。哎，有很多人来了，说明你们都吃完晚饭没有事做了。好，今天呢，我去拍了身体啊，不是拍了身体，是身体啊，对，拍了身体，然后趁着我今天化了妆，给你们看一看美丽的我。情人节公演，情人节公演几号？没有，平常那不太邋遢了吗？就不会给你们看到。虽然也有，我也有那种时候直播过，好吗？首先搜一下八分音符，有没有在线版本的？是有的。八分音符降。有段时间会不在公演的舞台上和大家见面，所以你们不要想我哦。虽然我如果，在去的途中呢，也会给你们发发视频啊，然后照片啊。不想，垃圾。谁说不想我了？那我就不回来了。好，我找到一个在线版本的八分音符。那怎么看到？怎么看到？看到吗？我坐过来，坐过来。哼哼，看到了吗？八分音符降所以应该怎么玩啊？应该要声音控制，对吗？声音控制，那就声音控制吧。然后呢，呼呀呀呀呀呀呀呀起来起来起来，走走一个，我看看看看看看，走走走，你好你好，哎呦，不不不不不不，哦，这样吧，我这个小音符是干嘛的？小音符不能碰的吗？小音符不能碰的吗？不是八分音符吗？不应该碰到其他小音符他很开心吗？那这样吧，我边回答弹幕边，这个游戏就是你用声音去控制它，控制它的跳速嘛。这个是中文版本的，这跟日本的不一样，是7K7K小游戏上面的。我没有下载，是在线玩的，在线试玩。地上把剪刀，
哎呦，你们观察力不要那么仔细好不好？什么？要下载真的版本吗？我看看有没有，不一定有吧。八分音符架，你们很烦耶。八分音符架。笑死我。嗯，谢谢有人送的巧克力。嘿嘿嘿嘿嘿嘿，中文版是不是跟日文版不一样啊？我看到有中文版下载，但是没有日文版的下载。嗯，所以就是用声音去控制它嘛，它其实也不是很难啊，很简单啊。等你下载，立即下载。好，我现在下载了。这个是我新的衣服，嗯，可爱吗？可爱吗？可爱吗？打开，打开。立即安装。哇，这个也太多附加条件了吧？现在网上的下载都这么流氓的吗？我只想下载一个游戏，它让我下载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开始下载了的样子。感觉不是很好。鼠标在这儿。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好了，下载完了，让我来看看。他说在我的桌面上，但是奇怪的是，我为什么多了一个？骗人啊！什么？我下了一个什么传奇私服？乐游游戏盒是什么东西？我没有下载这个东西啊！好的，我好像下载了病毒，可怕的我下载了病毒。算了，我还是就在网上，我还是就在网上玩好了。我这个智商不太适合从网上下载东西，所以我买电脑要买苹果的。iOS 从来不会让我下载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啦，你们就看看假的就好啦，对不对？假的也挺好啦，就是差不多那种类型嘛，就是用声音去控制它的走速嘛，你们就将就一下啦，也没有办法。这广告打的什么广告？我打什么广告了？哎，有时候真的很不懂你们，我真的没有在打广告。好，再来一次。八分音符。声音控制。音量灵敏度，嘿，走啊，走啊，走走走走走，
哦，这就结束啦，一定是假的吧？分衣服，再来一遍，唱首歌。如果是用歌声控制它呢，一定会比较好玩。唱什么歌呢？唱《剧场女神》。好，唱首《剧场女神》。站在这里，努力拼搏的我，哎，怎么走那么慢？总在这，来来来，哎哎，我刚开始唱你就死了。不行，再来呗。站在这里，努力拼搏的我，不对，努力拼搏的你，总在这儿。总在耳边听到，别，我怎么唱来着？嘿，慢点，哎，这很难哎，这游戏真的很难。你们平常是怎么玩这个游戏的？有人玩过吗？好气啊！再来一遍啊，换首歌唱，一定是这首歌不好，所以要唱那种激情一点的歌。唱什么激情一点的歌呢？爱要坦荡荡，我不唱爱要坦荡荡，我就不唱爱要坦荡荡，好气啊。声音控制，让我想想那什么，什么激情？唱国歌，国歌一定够激情了吧？国歌怎么唱来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游戏真的很不行，国歌都拯救不了你，怪不得是日本的破游戏呢。换首歌，大概太激情洋溢也不可以，就唱一首稍微舒缓一点的，念诗，什么？找规律。哎呀，你们别戴耳机，我跟你说这个游戏。看的人千万不要戴耳机，戴耳机的话一定会疯了。唱啥呢？哎，我们的那个，我想想，我们有什么歌比较激情洋溢啊？青春的眼泪，举起勇气之锤，好也行。在我身旁所有的朋友啊，来，哎，怎么上来着？歌词忘了，别，青春的汗水，汗水也拯救不了他。亚拉松那就是青藏高原，我就只会唱青藏高原。哎呦，这游戏太难玩了，而且叔叔全靠吼，明天还要上公演呢。哇，我又想起来很多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的游戏。我是一直玩4399小游戏的，我看看最近有什么好玩的。最近你们有没有小时候玩过4399的游戏啊？4399是不是？是不是4399？
我就知道你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让我来看一下啊，我来4399看一下，3w.4399.com，看一下这个网站变成了什么样，给你们看一下。然后我经常以前有玩过一个救公主的游戏，就是一个迷宫里面要找齐几样东西啊，8样东西还是几样东西，然后去救公主的游戏，那个游戏特别好玩。什么？密室逃脱差不多吧。然后看看有什么新的游戏啊，看我这种老年人是不是已经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在玩什么游戏啦。哦，我以前喜欢玩换衣服的游戏，女生游戏精选，巴啦啦小魔仙，好，就是它了，就是巴啦啦小魔仙了。开始游戏，巴啦啦小魔仙之飞跃彩铃堡。啊，阻止，为什么阻止？允许，上期允许。游戏加载中，请稍后。哎呀，这是小仓鼠给我的糖，吃一个。巴啦啦小魔仙之飞跃彩铃堡 play。 哇，还有 BGM 呢，看到没有大家，看到没有，还有 BGM。 这个小女孩一看就是我们魔仙堡的公主，那么公主应该戴什么项链呢？红色的项链。不行，蝴蝶结。然后这个是什么？气球不行，要有魔杖的，毕竟是公主嘛。这什么玩意儿？现在小朋友的游戏好像很……哇哦，看到没有，害怕，你们竟然看到了一个女孩的内衣。哦，这个是耳环，哇哦，她的衣服呢？她没有衣服的吗？不要穿长靴。下一步啊，为什么他们都不穿衣服的？哦，穿了。这个蓝色的少年不知道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我猜应该是个女孩吧，但是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啊，所以男孩子要穿制服。下一步。哦，刚刚我没给他穿衣服，这两个人没有穿衣服，哎，疯了吗？这就没有结束了，这就结束了。哎，太不好玩了，这么不好玩。不好了，现在游戏不行啊。让我再看看有什么好玩的。还有换装小游戏，宠物小游戏。这是什么？啊，女生类的小游戏，什么闯关类游戏？
植物大战僵尸？不是不是不是。是了。是了。啥？智商高的游戏？什么智商高的游戏？因为我没有什么智商很高的游戏。这个4399里面有智商高的游戏吗？没有，没有智商高的游戏，你们错了。魂斗罗，穿越火线，这不是那个吗？网游。来了。完了，这些我都没有玩过，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到了续集。完全都没有见过。大风你玩过吗？大风。大风是你们应该小时候都会玩的游戏吧，就是而且它还会分很多很多版本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一代到七代，然后后来我又在网上在那个 iPad 上面玩过一版什么什么前夫人呢，孙小美拳皇，有拳皇吗？没有拳皇啊。我搜一下，拳王，王，好像是有的耶。九七拳皇，经典格斗，啥玩意儿？出招表，哎呀，不想看出招表，我想玩啊！救命啊！为什么不能玩呢？使我难受。拳皇小游戏。开始游戏，热血乱斗，这是什么呀？看看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SNH48星梦学院，那是什么游戏啊？我不，我最近在玩农药，我觉得我玩的可好了。玩手。你们玩吗？你们会玩那种游戏吗？好，开始了。页面很热血，音乐很热血，很热血，听起来就很热血。好，要开始了，开始游戏。现在先点击开始游戏。什么玩意儿？一，哎，等会儿，什么是？哎，怎么打呀？有人告诉我怎么打吗？哎呀，有人来啦！可是我还不会打架耶。有哎呦呦呦呦！哎呀，啊啊啊！哎呦，好像打到他了，但是怎么转身呢？哎！哎，你们怎么转身啊？好气啊！嘿呀，好气啊！
哎呀！哎，怎么转身了？这是一个老重要的问题了。WAST 啊，我转身 A 是转身，然后 UIO 是打架，对吗？知道。啊！我被打了，我被打死了，不行，反击。好，打死你们！好，转身，继续打。哇！连击，再来一波。不行，先转。哎呀，你去哪里啊？先转个身，然后连击。哎，不是我被打，哥。我想象中有点不一样，哥。他们俩快死了，被我打的快死了，很累耶。他是个男的，为什么不打？哇！我连击了他13下，他应该死了吧？还有就是我。这个女的也快死了，我只要再打他们一下，他们就死了，对吗？怎么还没死啊？好硬啊！这女的好厉害，好硬啊，命好硬啊！她踢了我一下，好，先打死一个，先把这个女的给打死了，然后这个男的很黑，他比我黑，所以他一定会被我打死。哎呀，我怎么快死了？好，他都死了，厉害了。什么机械键盘玩才爽？我胜利了，我战斗胜利了。继续挑战，选择继续挑战。我这是一天工作完了，一天工作完好吗？我从早上10点钟就开始工作了。哎，这个继续挑战不行吗？不能继续挑战吗？为什么没有继续的？我点了挑战呀。好，来到了第二关。好，遇到了一个耍球的，看来这耍球的很厉害，他一上来就把打的不能还手，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击了他，耍球的呢，快来，让我打一架！哈！打死你个耍球的！哇，他打了我一下，不行，我要躲一下。不行，我一定要打这个耍球的，他太丑了。哇！我放出了大招吗？这是我的大招。哇，我好厉害！原来我这么厉害，我还有大招，像是大招。他还上这个东西。但你上这个也没有用，你会被我打死的。哎，他追我了。啊，我的大招其实技能是要回血，有一段时间回血的。哇，他有帮手吗？哇！厉害了！哦，他有个帮手，这样子的话，哇！突然飞来这人，雷也太厉害了吧！他为什么可以飞来飞去啊？我很难过，我只能跳跳。哎，你来呀，跳一跳，来啊，对跳啊！他感觉要放大招了，我很害怕。哇，我又放大招了，我很厉害。哇，不行了，我要躲一躲。哈哈，看着我。
我。那我就这样走。哦不，他还是会打的。哇，他又撞我一下。不行，我很生气。我放大招了。哼，哼哼哼。他快要打死了。我厉不厉害啊？呼叫某教授，网瘾少女吗？好，不玩不玩，有事不玩事。哎呦，累死了。这什么？我是不是中毒啦？为什么有一些奇奇怪怪广告跳出来？算了，不玩了，关机。不。可以放个音乐，放个音乐，放个音乐吧。嗯。放个音乐，放个音乐。放个音乐。包括好像有音乐播放器，酷酷 K 歌。嗯，等一下。嗯，有杂音，那我关了重开吧。如果有杂音的话，啾咪啾咪已经回家了。不瞒你说，啾咪已经被飞去接回家了，所以现在在我这儿是看不到咪的。我不会接啾咪过来，因为啾咪在那里很好。顺关顺开，顺关顺开，咦，顺关顺开是谁跑出来了？大王说顺关顺关顺开就好了，好了吗？我真聪明，谢谢大王，爱你。嗯。哦，最近看了部电影，叫做啊？什么？怎么还有电影？谁说有电影的？最近看了部电影叫做《爱乐之城》，然后最近也知道，啊，没有了，可以，谢谢。嗯哼，大王是一个女孩子，对不对？我知道。最近看了部电影，哎，老打断我，就是的，我是要说最近看了部电影叫做《爱乐之城》，然后知道他最近也是得了奥斯卡电影奖嘛，很多什么音乐奖啊什么。什么最佳女主角，然后但是又出了一个乌龙，出了一个小小的哦，不是小小乌龙，算大乌龙了。要是在总选的舞台上出现啊，啦、对吧？这种就很尴尬了。呵呵，所以那个奥斯卡最佳电影奖那个什么月光 Moonlight 没有看过，如果上映的话，如果在国内上映的话应该去看。有人知道那是说什么的吗？那是说什么故事的吗？我只知道封面是个黑人，然后黑人问号脸的那个。谢谢。你是那个黑人男孩，真的吗？网上有，是哦，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其实觉得《月光之城》啊，不是《月光之城》，是《爱乐之城》，还是挺好看的。嗯，挺喜欢里面的音乐。我们来找一下那个音乐。那既然听歌的话，我就不看我电脑了，看我了啊、哦，没有意见吧？还是你们想看电脑？
哇，有人用流量看我的直播啊，开心。但是还是不要这样子，万一明天一醒已经欠费100元了，我就没有办法承受。爱乐之城，平时很少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因为这种类型的电影看的，之前看了一部，应该也就是《音乐之声》了吧？嗯？怎么还没有啊？什么乱？什么播放器？连《爱乐之城》的歌都没有，垃圾！不行，很不行。我觉得得了奥斯卡电影奖的话，应该会有很多人会去看的。看用百度音乐吧。什么？这是我自己衣服，不觉得很可爱吗？虽然有点小小的暴露，但我还是觉得很可爱。不像我这种很平的人穿是穿不出那种很 sexy 的感觉。存在安全隐患，应当更新。哦，我不。这个是我昨天在那个微博上面推荐给大家的歌。什么？不。穿出外面还是很冷的，然后田伯穿出外面的。我觉得《爱乐之城》的那个女主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有双很会讲话的眼睛，你盯着她的眼睛就觉得很有故事。她也是一个演员嘛，然后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很棒的演员，然后在戏剧城里面工作，然后就是为了离自己的梦想，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也每次的时候就觉得他美术，就是觉得应该，他证明好像是叫石头姐吧。Everybody get hello， 卡了吗 ？Hello，Hello everybody， 哇哦，你们都是来看八分音符的，可是八分音符已经结束了，真是遗憾。那看重播吧，我现在在讲《爱乐之城》的故事。Hello， 好了吗？안녕하세요 Hello 听到了吗？对，现在是假的八分音符，这个直播建议不能叫做八分音符了。音画同步吗？好了，有人卡，有人好了，到底是好了还是卡呢？Hello， 안녕하세요。不同步，该怎么办呢？
不是免试，可能中心的网不太好吧。我关我电脑什么事啊？然后中心这么多人在用网，怎么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好啦，卡拉卡狗，卡拉卡拉狗，哦拉着拉着狗，开着空调，不冷。有点杂音，电音。哎，我关了再重开吧，这样。好了吗？嗨，我刚开重开了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会好一点。好像是好一点哦。谢谢大家送的音乐棒。然后呢，我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奥斯卡得了奥斯卡很多大奖的一部电影，叫做《爱乐之城》，然后最近也是在上映。然后前两天我去看了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我是一个外行的角度，然后没有什么品味的角度去看这部电影，让我一个谢谢音乐宝，让一个外行的人看着挺好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呢，故事本身呢是我很喜欢的，关于梦想的故事吧。有人说它是关于爱情的，但我觉得它是关于梦想的电影。然后听一下这个，我看。忘了这段是什么。这段音乐好像是他们要去那个舞会的时候之前的一段音乐。哦不对。哦不，一开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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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艺术又不听，又不要研究歌曲，谢谢送的东西。然后继续说啊，女主角呢名字是叫米娅。是一个女演员兼作啊，掉东西掉什么东西？没有，骗我，干嘛骗我？是女演员兼剧作家，就是作家了啦。然后剧作家跟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写那个舞台剧的嘛。在华纳的片场当那个咖啡服务员。然后呢他平常的生活呢就是写写剧啊，然后去试试角色试试镜什么的，其实也是蛮苦的啦。你想当演员却不能就一直要试镜，但是他总是试镜不成功嘛。就故事呢就是从
女主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张老师今天跟你们谈人生，从一部电影讲到人生。啊？泡面侠？什么？什么？你们在讲什么？我很害怕呀。倪大蓝什么时候播？哎，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虽然好像已经要播了吧，不然的话应该不会上宣传期，但是好像还没有要播的意思。朋友，大晚上的不要吓我好吗？这个柜子要是打开了，我就会死在这儿，晕倒在这儿。接下来我们听一个男女主角相遇的首歌的一首歌。是这首吗？啊，好像是这首。你们为什么要吓我？大晚上的，能不能让人好好睡觉了？嗯，拜拜。早点睡觉，但是9点钟睡觉你也太早了吧？你应该是小学生吧？嗯，电影的海报呢，就是在这个唱这首歌的时候的一张海报，看到没有？这个海报，这个黄色的裙子。还有这个男生穿的西装。其实这部电影是个悲剧的，因为在最后男女主角其实是没有在一起的。嗯，当他们还是贫穷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了，然后当他们都各自怎么说，在世人眼光里应该算是成功了吧。米娅当上了女演员，然后，哎，男主叫什么来着？难过。这个爵士手叫什么来着？哦，塞巴斯蒂安。中文是这个，那是英文怎么？塞巴斯蒂安是一个，怎么说？痴迷于爵士的一个音乐人，为了他痴迷的这个音乐呢，他拒绝很多工作，比如说让他弹一首非常简单的，在餐厅里弹非常简单的歌呢，他就拒绝的，然后所以就没有找到工作嘛。但这种失落的情况下呢，男女主角就相遇了。哦，对了。不能给你们剧透了，但是我还是想说最后是悲剧，你知道吗？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大叔一直在我旁边打呼，懂我内心的感受吗？我一个这么一个良好的青春的少女在他旁边看电影，他居然在那打呼，很想揍他。这电影可以剧透，都看过了，是吗？但是还是有人没有看过呀，是有人没有看过吗？现在毕竟在上映期，什么？关我什么事啊？大晚上的，谁看得见谁啊？主要是他在电影院睡觉这个行为我不是很懂，因为他花了钱进来的嘛，
那为什么要睡觉呢？对这部电影也是不尊重的嘛。票也有可能啊，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吧。看公演还睡觉，说的有道理啊。有些人看公演还睡觉呢。我经常在那个台上面看底下有人就是在睡觉，然后睡特别香，我都不忍心打扰他，什么说话都要说小声点，不忍心打扰他，怕打扰。你看人家可能是买了张票。进来好好的休息了一场，对不对？嗯，不忍心打扰他，说说话小声点，说 MC 的时候小声点。哎，麻烦控台把音乐关小一点啊，我们这里有观众要睡觉。啊，我脸圆了，真的吗？长胖了吗？那么我增肥是有效果的喽，但是我不想增脸，我有点胖，不想增脸。没有，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我的脸胖了吗？是因为离这个镜头近了，我离远一点，然后45度角仰望天空，是不是很尖呢？哈哈，所以啊，镜头是会骗人的。但是如果我仰着头就很圆，这样就显得胖了。我不头，头不大。看春晚是吧？没有双下巴，骗我！今天没有猫可以撸，令我难过。啊？看春晚那些应该都是托吧，我觉得看春晚那些人应该都是请来的，不可能是买门票进去的。鹏鹏要勾带，他要勾带，但是我已经没有他的崩图了，麻烦你们把他的崩图收集一下给我，以防不时之需，万一他还要搞我。想自己养猫吗？想啊，谢谢玫瑰花。我挺想自己养花的啊，不是养花。哎呀，我总是被你们打断思绪。谢谢玫瑰花，然后，我想自己养猫的，但是我总担心自己不在的时候会照顾不到它。养了猫就应该好好对它负责嘛。如果我一直不在的话。例如出去回家或者吃外物的话，就照顾不了猫了，就觉得猫猫很可怜，所以我不会养的。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一时喜欢就祸害别人的性命。养你，好，我看弹幕有点。八只，好卡，到八只的时候卡了。大学生是还在习惯。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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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哦拉着拉着歌。为什么网不好？手指怎么了？手不是大家都长这样吗？
想喝点橙汁。好了吗？好了吗？翻车了，翻车了！放了3天，已经坏了。不是过期了，是我放太久了。我以为没事的，橙汁这种东西是可以放很久。我错了，好，放不了。闷一口，82年的橙汁。那个味道很奇妙，有一种这个橙汁有种怎么说怎么形容呢，坏掉的味道，好吧，就是坏掉的味道，本来就是坏。要冷藏半天内喝掉，我这都已经3-4天了，怪不得会坏掉。保质期啊，保质期我看一下，我没写，12个月，保质期是12个月，但是我放了开口放了有4-5天有了，没事啦，不会死掉的，那行吧，我会好好活着，明天你们会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我，明天。我假如会晚点去剧场，因为要排练。什么？最好明天拉肚子，拉肚子，我拉肚子，你们很开心吗？那你们见不到我啦。没有到吧，是个蝴蝶结，哥们，是个蝴蝶结。我没有骗自己，是你们自己在讲。好生气啊，我脸都红了，过分。我带个头花，看到了吗？在脖子上，太傻了吧！太傻了吧！这个是我去年那个玩，不是玩，去马里斯球斯的时候剩下来的视频，哈哈，今年还可以接着用，真棒，我真棒。4周年的 USB 啊，4周年的 USB 不是3秒钟抢光吗？不是大家都说，买不到吗？那我你们都买不到，我怎么可能买得到？
哇，真的有人买啊！可是我好像在里面就一首歌还是两首歌，哦，上了三首歌，上了一个 MC， 但其实我出场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主要是为了，其实去呢，我思考了一下，应该是为了让前辈有一个换衣服的时间，嗯。这次可能发行的比较小，比较少。有就好。小黄牛，小黄牛买 USB 吗？哎呀，我真的很烦你们，你们不要再讨论水浊了，好不好？闭嘴！很生气。这次我要垫无数水。老脸一红。什么？现在水牛模样不好看，就一秒钟你也认出我了吗？嗯，看见了。嗯，看一下有没有推荐。对，我还是个宝宝。百度打不开了，百度为什么打不开了？裙子怎么了？这裙子有点短。但是我有打底裤，谢谢你们每一次直播都提醒我是一个女孩子，我总是会忘记，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可能是个女孩。你们是不是之前看了我微博，然后以为我剪了短头发呀？怎么可能？我这么长的头发，如果剪掉，我自己也会很舍不得的。可是我在底下评论说了呀，我没有剪短头发，那个只是假发而已。哈？所以你们犯的是我的头发，不是我本人，是吗？清晨岁月拂马换人生，翩翩风飞又水流。这个怎么是两个男生唱的对唱情歌？你唱的很好听了。
但是随便听歌，不错，我随便点歌，什么？八岁生都还没出来，对啊，八岁生还没出来。我点了一个什么歌？什么歌词？这个什么？不，我不能听这首歌，因为我长得太好看，所以我不能听不好看的歌。没关系，跳了之后就很随意怼我啊。很久没有跟你们解答书了，张老师很久没有跟你们解答人生疑难了。张老师，好，算命吧。哦，我看到有人截图给我看了，他画了一个我，然后画的特别丑，就是三个毛。我是巨蟹座的，我是肉做的。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张老师都可以回答你们，因为张老师预言很准。三明治。来了，看看啊，你们慢一点分，然后什么时候能去剧场当保安？好，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了。什么时候能去剧场当保安呢？这位朋友，这位叫什么来着？忘了，刚刚那个忘了。1、2、3。哎呦喂！表示怀疑，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书说的。书大概是对你能不能找个老婆表示怀疑吧。放心啦，一定会找到的，一定会找到的，真的。
这个书真的很刻薄。不说了，这是一本刻薄的书，跟甜甜的小偶像成反比。哇，还有人写韩语啊，可是我看不懂韩语，如果是陈韵玲在的话可能会知道。你们怎么那么实际啊，要么就是什么时候娶老婆什么时候发财，这些对你们很重要吗？有没有钱有没有老婆很重要吗？对，是很重要。是很重要。怎么没有人问什么时候有老公这种问题啊？你们不都是 gay 吗？还有什么？什么时候能做佳佳？你们对周佳佳有什么想法？要揍他？佳佳都已经那样黑了，你还揍他？哇！刚有人发那个日文弹幕，然后不会。专四能过吗？好，专四，专四应该还挺难的吧？对于英语专业的人来说，肯定专四是必过的呀。我们看一下，你专四过不过的呀？对不对？不要陷得太深。我猜测他的意思可能是你这个专四过了以后，就不要再考专八了吧？是这个吗？更深的话不是专八吗？不要陷得太深，就是不要再考专八了，专四已经够难了，不要再考专八了。男装公演，你们想要看我男装公演吗？因为每一年的男装公演都是趁着我不在的时候弄的，我很难过，每一次都很难过，因为我真的很想 gay 一次，在公演的舞台上我还没有 gay 过呢，不想。并不想。哦，你们真的，我以为我的女伴会很喜欢男装哦，然后我发现并不，我表示很怀疑，为什么？女孩子不应该都很喜欢帅气的吗？我有女粉丝的，闭嘴吧。我有栗子铺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这样刻薄。我有女粉的，没有说没有的，你就是女的。什么？还有人要问问题吗？瞎说，我女伴可多了，至少有一二三四，我觉得肯定是超过十个的。我觉得肯定超过十个，虽然我脑海里想了想。握手会想一想，来的也不超过十个，哎我的天，可能连八个也不超过。什么？什么时候报名水卓？水卓不是报名的，是怎么说呢？是公司选的，又不是。报名的，
哎呀，这个灯没电了，让我来修一下。每一年的拍立得大概会拍很多张的，大家不要担心，你一定拍不到的。因为我每一次都会只会交几十张，很少，不超过五十张，五十张是我的极限，我没有拍过五十张，我大概最多的一次就是30多张还40多张，反正我记得，对，我的拍立得是很少的，要珍惜，特别是我旅游的时候，很少的啦，都是限量款。马老师拍雪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马老师肯定是要去的，去就让他拍。你们想要的话，我可以把马老师掺杂在我的那个拍立得里面，到时候你以为你拍的是我，结果是马老师，那不是很有趣吗？是不是？这里光其实不是很好，我发现都没有让我很白。你们这么喜欢马老师，替你们转达他。你们问马老师结婚没有？没有，告诉你们个小秘密，马老师还没有结婚。你们有机会了，不要告诉马老师，是我告诉你们的，你们有机会啦。什么？蓝色妖精，谢谢。今天晚上直播到10点呢，我就要和仓鼠一起做一些化学实验课了啊，不是化学实验课，是好东西，做好吃的。有首歌叫皮皮虾，我们走，哎，听一下啊。什么鬼？研究不可描述的黑暗料理，没错，就是两黑暗料理。谢谢。什么歌词啊？好奇怪。现在的歌真的可能不太懂，觉得意味不明。料理，我不想喝。嗨，好了吗？Hello, everybody get it, everybody saw, everybody. 好了吗？
什么？大王开垃圾说用什么？好了吗？我有腹肌吗？我没有腹肌，我有两块，我有一块腹肌，很大一块腹肌，这里整块都是腹肌。这个是网速的问题，你们不能怪大王啊。是口袋四八呢，还是天浩灯？哎呀妈！一罐巧克力都给我吃完了，朋友回家找我去看巧克力。卡拉 ，Hello， everybody， Hello， 好了吗？好了吗？这直播能不能直播？透露一下，今天拍的，可以说吗？应该可以说吧。到这个时候应该也差不多。Hello。不是神雪，编排不是神雪，是春丹。Hello。推荐姻缘棒。Hello， 明天韩国人 go to the theater， 什么 ？go to the theater。你们在讲什么？什么叫英语啊？我会的好吗？把英语出来，我要说英语了。哎呀，英文课你的成绩不可能，你们哪有这么有才还想到英文课，我是不信的，明天有本事你们考英文。Professional as an educator and healthcare provider, I have worked with no members children in faith. 刚刚那段删除记忆好不好啊？那个我刚刚说是说话了吗？没有说话，对不对？我在尝试啊。Taylor was born infected with
HIV. His mother was also infect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life. He was dependent on HIV. 对啊，泰勒从出生前从他的母体里感染了 HIV。怎么了？怎么了 ？HIV 是那个艾滋病病毒啊，这是一个说那个艾滋病病毒的那个文章，所以你们就听到了重点 HIV 对吗？好，有本事你们英语好，来同声翻译一下。Ted wasn't willing to give up one single moment of his childhood to this daily diseases. 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好，完蛋。算了算了，我的粉丝里面有很多很棒棒的人在国外念书，然后还有开飞机的，我觉得他们在生活中一定会用得到英文，而我用不到英文，我觉得我应该会去学了。对，这刚我念的那句话其实是泰勒不愿意把童年的每一分秒每一秒屈服于什么疾病。其实这篇文章是还蛮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是高中英语的水平吧。哎，想当年我可是高中英语也不怎么棒棒的人啊。初中高中最棒的可能是语文吧，出口成章。有国外的粉丝吗？如果有国外的粉丝的话，那就厉害了。那一定觉得我像个傻子一样，在念一些奇怪的英文。我觉得我们粉丝里面可能还是学生党比较偏多吧。是吗？学生党有吗？学生党有吗 ？Hello， 有学生党吗？有。那我要猜一下吗？Everybody,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直播间怎么说？Hello, hello, 你们回来了吗？这不是电脑降网速的问题。好了好了，我把电脑关了。你们再这样我真的很害怕，这真的不是直播，这不是网电脑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其他人在用网啊。
Hello，你们回来了吗？你们回来了吗？网好了吗？我没有办法，这是中兴的网，我真的没有办法。就算我想开司机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这个房间是没有信号的。庆祝大家回来，所以我要献唱一首。哎，我的鼠标呢？是吗？在这儿。为啥找不到？我搜一下，没有那个网上的版本啊，明显没有。我们公演的群，想想也是，公演的群应该不会有。我没唱呢，我不知道唱啥，因为什么。哦，我真的没有脾气啦，就一直卡，我也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不是电脑，那我把电脑关了。两两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忘记，我把电脑关了，再试一次，是不是好了呢？没有好，对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不是电脑的锅。我没在下片。好了吗？真假的，好很多，真的吗？好了，Hello Hello，大家现在好了吗？不糊了，好了。真好啦，不要骗我。所以是因为我开电脑的关系，所以你们刚刚说的真的是对的，是因为我开电脑占了网速，不是因为别人在用网，也不是中兴的网不好，是因为我占了网速，对吗？好吧，好吧。我电脑也太厉害了吧！什么电脑呀？拿东西压下我的裙子。
都是我下片儿，是我下葫芦娃、金刚葫芦娃一到六集，金刚葫芦娃，对吧？刚刚那个，对啊，我刚还没有问我粉丝最小的是什么年纪，刚刚说了嘛，有人说是初二的。那初二以下的还有吗？有没有初一或者小学生？11岁，5岁啊，这我就肯定是骗人了。初一，我小学生，你们这个我是不相信的。什么5岁3岁幼儿园？请问你幼儿园就会上网啦？你幼儿园就上网看直播，还看公演，我是不信的。17初1，5年级，骗人！你们那种打什么3岁5岁的这种人，明明握手会是来过的。一脸长得就是30岁的样子，还要骗我说是5岁，不要骗我了！哼，都是骗子。大三狗，同龄人。扎心了吧，看就是你们骗我的后果，你骗我就怼你。在狼人杀里面，这个就叫谁怼我我怼谁，对吧？大三好啊，大三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好啊，毕业了要找工作，找工作好啊，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怎么办呢？没怎么办。高三居然还这个点来看我直播，那我不是成为你学习的一个障碍了吗？不行哦。哎，谢谢，我会更加努力的。成为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然后啊，你们这个合约啊，出坑吧，好好学习。没事儿，允许你出坑一天，然后再回来好好学，写完作业再来。我们公司招人吧。招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招的人，但是他招啊。我记得之前还看到我们公司的那个宣传招人的文案了呢，还一直在那儿宣传着，在我的朋友圈宣传着我们公司招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真的那么缺人吗？还挺多人的，我觉得。闭关学习，学习好啊，考上了大学。啊，不是考上，也许你考上了大学再来放，没毛病。有粉丝去浪别的城了，正常，正常，正常，很正常，很正常了。公司太低，短发呢？还有人问我。我开直播都开了2小时了，问我短发嘞？我没有剪短发，朋友们，我真没剪短发。那个是短发，不是那个短发，那个是假发。哎，我再说一遍，累死了，累累的感觉。对，我累了，
感觉再解释一遍好难啊。嗯？弹幕糊了。嗯，有个叫 ID 叫邵雪聪的忠心粉问我，25了没恋爱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问聪聪去吧。落入凡间，想品品我。我要梳毛，梳梳我的毛。嗯？我的周岁才22岁呀、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吗？问女孩子年龄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这是卷的，今天做了造型，下次出一个美妆视频告诉你们平常化妆。哎呀，我说了我要出美妆教程的，我没有出，因为不知道给你啊。我姑姑20多一点就要结婚了，那你很棒棒。我还没结婚呢，怎么样？好气呀！你们问我什么鬼问题？我妈前两天还在问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妈没有问我，我妈只是关心的问我，关心我的生活。没有问。我的内心是一个小朋友，都是不需要结婚的。嗯？略卡。哦，同学啊，其实没有哎，我发现我同学里面结婚的好像就两个，然后都是很快。就是有了 baby 以后他们就立刻结婚了。嗯，我觉得这种不是很好诶，因为嗯，为什么要先有小孩再结婚呢？好像大家都现在都这样子，就是先有结婚再先结婚再有小孩嘛。你们为什么要老是问我的年纪？好吗？这是一个猫脸，这是一个正常的猫脸，这是一个压扁的猫脸啊。今天怎么那么严肃的话题啊？为什么要说这种严肃的话题啊？是因为我今天推荐电影是关于爱情的吗？对，我今年8岁再问供养。哼，既然供养，哎，其实我是吗？去年，哎，我是什么时候进的团呢？去年就进了。有吗？有一年半了，有一年半。然后，那8年其实也剩下7年，啊不，6年半哎。哇，这样算时间好快哦！你们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